飞机都不要进来。急急急！大家都要急进远景高铁。远景这一喊，怒怒群众。你讲什么话？你讲什么话？你是郭台是不是？30万民众跑云林虎尾高铁特定区看国庆焰火，41分钟焰火释放完，太多人像搭高铁。压到小孩，有人高举高铁票，只想前进，进入月台搭车，现场被挤得水泄不通。像9点多的先走，对不对？他有秩序啊。啊，自由座是前排的那个。啊，所以就乱掉，会乱掉了。对啊，他前面塞住啊，进不去啊。那人家要赶时间的人怎么办？高铁云林站运量瞬间升高，南下北上加开17班，站内晚上8点10分慢慢涌进人潮，但9点13分才有车，有管制，现场挤得一塌糊涂。9点49分上车约1100人，10点26分上车约160人。不止高铁挤爆，马路也是一样，全部塞住了，完全动弹不得喽。连夜好几公尺，汽车、机车通通塞。有人抱怨4.8公里的路程竟然要开90分钟。11点多了，还塞在这里。云林虎尾高铁特定区一整夜消化看焰火人潮，隔天牌楼还没拆，又被游览车一撞，挡风玻璃破碎，牌楼也倒地。如果看到那边有升高跟那个楼。国小小朋友搭游览车要去上游泳课，却撞上牌楼出车祸。设置单位表示，学府西路目前11号仍然是管制时间，预计下午3点撤场完毕才会开通道路。但现场没有警察管制，游览车太高撞了上去，又让国庆焰火落幕，人挤人后再添小插曲。TVB 的新闻，张崇明、苏蔡莹、李云轩，原地报道。